通过我们将近半年的直播带货的这种新的销售调的磨合，现在我们的这个主播带货跨境直播销售的这个势头做得很猛。今年的整体的主播数量较去年翻了7倍。那第二个呢，是我们整体的主播场次也比去年增长了400%。我们直播所带来的一个销售收入整体的占比今年较去年是增长了10倍。